又回来了。今天是除夕夜，然后就打算来录一个，我们家过就是除夕夜的一天或者春节的一个礼拜，其实我还没有特别想好，就打算先录起来再说吧。然后刚起来，我二十八号的时候就开始放假，然后礼拜五的时候也就是刚好帮我姐姐去接她的小孩，就是我 nephew。然后礼拜六、礼拜天基本都是在家，我也没有做什么，所以今天要回 Kitty 家过年，嗯，然后我也准备好了，就是给家人的红包，然后现在准备来换件衣服，穿着我的睡衣，然后打算换件衣服之后，看看要干嘛吧。因为妈妈现在在准备年夜饭的东西，然后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又不太会做菜，所以呢，现在就打算来计划一下我的 planner。Later。